男人接到个烫手山芋，对方号称杀手之神，却中毒晕厥，被男人藏到密室，岂料各方势力逼他交人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教官的位置确定了吗？已经确定，在那边的废弃楼里有30多人围着拿枪打，我见他们配有毒刺，地上躺着20具尸体。不愧是教官，有伤在身，处在绝境中还能反杀多个敌人。要是巅峰时的教官能把他们引到林子里，再施展暗杀术，一个个嘎了，赶紧实施救援吧。我比你还着急，但不能一股脑冲过去，得讲战术部署。围困教官的是什么人？穿戴的也是顶尖的单兵装备，清一色的迷彩服，服装上没标志性图案，应该是某安保公司的佣兵。OK， 不是米国军方，行动会稍微容易些，否则我们这队人都不够塞牙缝的。哎呦，龙哥，赶紧说营救的办法吧！我见教官浑身是伤，只怕撑不了多久。组织没了教官，离覆灭也不远了。分成两个战斗小组，你我各带4人前往废弃楼进行左右包抄。没了吗？部署也太简单了，还需要思考那么久？你急个锤子，听我说，开火前确定各自目标，第一次开枪是偷袭，要确保每人干掉一个。行动。江龙带人来到废弃楼，对围困教官的人开火，仗着精准枪法和先进武器击退敌人，成功救出教官。阿龙，没想到我有一天会需要你来救，其实你不该来的。我出去什么都不会说，绝对不让教官折面子，您还是那位战无不胜的存在。我老了，人不可能一直赢，若你为了救我丢了性命，划不来的。我身手灵活，不会有事。教官消失的这段时间里到底去做了什么？说来话长，涉及到米国军方研究，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。没关系，我胆子大，您老说有外星人我都信。没那么夸张，二战后各国研制增强人体的武器，如大毛的不眠人熊计划，而米国军方也有类似研究，而我潜入了研究所。教官艺高人胆大，可看您的样子应该是失败了。已达到目的应该算成功了，可结果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才出现状况，否则研究所安保奈何不了我。我越听越迷糊，能把事情说得具体点吗？比如教官潜入研究所的目的。也不是什么秘密，我去研究所。好冷，感觉血都要冻起来了。体温急速下降，怎么会这样？教官你不能有事啊。我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活，你们还年轻，是组织的希望，好好活下去。替我转告小霞，让他别跟路飞走得太近，是为了他好。路飞树敌太多，恐难善终。教官怎么了？刚才还聊得好好的，教官像是发病，又像重伤晕厥，但不管哪种情况都不乐观。外面有尾巴追上来了，龙哥你带教官先走，我们留下断后。这里是米国，你做事当心点，德州会合，注意安全。他就是教官，救醒我的人是他，拆开我跟杜霞的人也是他，我该谢他还是骂他？不知道教官能否活下来，以他昏迷的状态，骂了也听不见。我没那么无聊，龙哥想我救他还是如何，你给剧种画出来。陆哥，求你救救教官，他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给找个医生看看吧。龙哥，我们是兄弟，说求不求的见外了，你开到口我铁定帮忙，现在就打给老葛让他过来一趟。老葛医术了得，由他出手医治的话应该能治好，可最快也得小半天才能赶过来。差点忘了，这茬也不能送去医院治疗，先找几个蹩脚医生稳住情况。还得把他们包了，在教官转移之前不能放人离开。是得这样，小心点终归是好事。龙哥想怎么搞放手去做，资金的事不用考虑。对了，你之前不是说跟其他人一起行动吗？他们负责断后，也不知是生是死，教官又昏迷不醒，我感觉天塌了。没到那一步，我打给老葛，你找当地医生。路飞答应帮助江龙，便会动用全部力量，可医生还没到别墅，米国军方先来到门外。龙哥到我这才一小时，米国大兵找上门了，他到底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救援教官的时候只看见佣兵，没有米国大兵在场，不过那些人的装备不错。龙哥你带上人先去地下密室避一避，剩下的事交给我。陆哥你当心点，大兵不比佛伯乐，动手完全不讲道理的。我是联邦军上校皮尔诺，先怀疑你私藏极度危险人物，要对你的别墅展开搜查。按照米国流程，请出示你的搜查令。情况特殊，先搜查候补文件，你要是有异议可以打到国防部询问。还不是一般的大头兵，教官到底干啥了，能惊动米国的国防部？不行，我要镇定，国防部也得守法不是？我还是那句话，请出示搜查令。没有，给我搜，对方极度危险，若你们生命受到威胁可自行开枪。陆先生你最好待着别动，误伤到你就不好了。非法私闯民宅，我要告你们。随你便，不知道军事法庭电话我可以给你。狂得无法无天了，以为手里有枪能横着走是吧？等着，会有人来收拾你。
连国民警卫队都叫来了，看来传闻是真的，你跟州长关系挺硬。说一堆屁话，你们用暴力压我，无视法律，我自然要讨回公道，别墅已被你搜过一遍，可以滚了吧。哼，我会一直盯着你，那个人很特殊，你保不住的，撤。还好地下室入口隐蔽，事件逐渐变得复杂，仅牵扯到军方，他们可不好惹，往后要小心应对。